你为什么要杀我们？因为他是金娇全族的敌人。你说什么呢？我什么时候跟你结的仇？你什么意思？他手中的匕首是赤金灵所制，而拥有赤金灵匕首的人，就是金娇全族的敌人。儿子，不要相信他，不要相信他，他是个骗子。 我说，用他们心口的赤金鳞片，炼了一把能量巨大的匕首。这把匕首真是你母亲的？ 那他也参加了当年的宫宴战斗，是吗？那他也是对金娇一族举起了屠刀的孤岛人之一，是吗？这把匕首就是他用金角战士胸口的金鳞炼制的，对吗？尾生，我们先搞清楚情况。人证物证皆在此，还有什么可解释的？我以金娇尊主的身份命令你们。 结界，两个时辰后方能打开。娘体力已经耗尽。